犹大书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，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，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。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，我却仍要提醒你们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又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、轻慢主治的、毁谤再尊位的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只说：主责备你吧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，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，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。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，连根被拔出来，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：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，搭救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。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
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